Hello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装这台特路飞 Z Type。首先护具改到满50000块，刹车35000，引擎33500，水箱护罩有原厂长这样哦，然后菱格状、网状，我选菱格状好了。大灯罩，它照起来的话就变成是像这样子哎，不好看。那引擎盖有原厂长这样哦，然后通风室，哦，多了好多孔，这样感觉真的蛮乱的，不优。好，那车灯，霓虹套件，3万块，颜色。我就改个亮点的紫色，喷漆的话主色调有什么颜色呢？啊，我选亮金属，亮金属比较好看。我个人是觉得。保持原本的黑色就好看了。黑色，副色调可以改亮一点的。就点缀的感觉。，pink 也不赖哦。好，pink。那侧裙，客制化侧裙。好啦，就买吧。变速箱40000块，涡轮50000块。车轮车窗就不改了，先这样吧。妈妈，改完之后比原本的好开多了，至少不会打滑。看前面的仪表板，内装都是木纹的，超屌的！哇，它还是用旋转开窗，那个车窗的。它的后照镜在中间，哇，酷哦！这应该只有在剧情模式看过它，但一直没有时间去改它。它还是会滑，就它的重心在后面啊，所以它转弯的时候要很慢，然后如果太快的话就会滑出去了。好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